个现象，它是生灭的，就是它是有生就死的，成住现在是住，坏空，对啊，一千年以后它消失了啊。那么不管它活多久，只要有生就死，你现在看见的是它有这个生灭相，因为它的传流不断的生灭相，所以你认为它是在生老病死之中，它不是一个涅槃寂静的一个本体。但是那是因为你有意识，你有杂念，你的意识就在生灭不断潜流不断。但是当你有一天真的无心的境界的时候，它的生灭相是对你不存在，它本来就是涅槃寂静的。生灭相是你分别出来，不是这个杯子本身就在分别。诸法的生灭相不是本来存在，本来就涅槃寂静，世界外相本来就涅槃寂静。你必须是内证，你不是来分析这个外在的东西来达到这个空性的了解，你必须通过内证。你这边无心了，所有的外法它的动和不动对你是一样的，动只是一个幻境对你，因为你这边不断的动，所以它也在不断的动。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这样，一切本来涅槃寂静，一切本来就是那样的。当你进入无心的境界的时候，证到这个实相的时候，你回到红尘里边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杯子的成住坏空看到它的涅槃寂静。你不可能在人道从这个杯子旁边再找到一个涅槃寂静的东西出来，甚至你放弃自己的身心再找到一个涅槃寂静的字体出来，永远不可能。你必须逐渐进去证到无心无我的等级。比如说你的眼睛得了个眼病，你睁开眼的时候，这虚空中有一朵花，然后你不断的跟医生探讨这朵花，没有意义，因为你看见这朵花是你眼睛有病了，你看见的花，然后你跟医生说，比如佛是一个医生嘛，你坐在那儿，你跟这个佛说，这朵花我看见是红的，你认为它是什么颜色？佛说这个花不需要探讨。哦。然后你说，我看见是红的，哎，它变成黄的了，它为什么变成紫的了？它从哪生出来的？它为什么会在空中生出来？它是先有种子先有花的。佛说这朵花先放在那儿，咱不去探讨。对对，就是、你先把病治好。就是这个问题。就这个问题啊。然后佛说这个花不错，很美丽，你先把它放在这儿，咱先不探讨啊。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再去探讨这朵花。然后他就把你的眼睛治好了，然后那朵花消失。然后你也知道你为什么看见那朵花，那是你得病了看见的东西，那是个空花，是吧？你不治病，你是老看到那朵花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你活在觉受里边，活在时空里边，你不治病，你不破这种执着，我们才探讨这个杯子怎么来的，这个万事万物怎么升起的，这不是跟探讨那个花是一模一样的？科学的。还要不忙的话，也跟我们探讨宇宙的问题，也探讨空花的事，说我们看到的那朵花是牡丹花还是茉莉花，也跟你聊。所以《楞伽经》里面一开篇，就是他的弟子就提了100多个问题给佛，佛一个也不答。你从哪来的？死从哪死的？这些东西佛都没答，然后直接告诉他，先找到他的心在哪，先搞清楚这个人是什么东西，先搞清楚你在哪，自我是什么，有没有一个自我在哪，先搞清楚人是什么，再搞清楚人从哪来的。如果最后你搞清楚了，原来是我们执着分别做了一个梦，六道呈现出来了，你还问六道从哪来的吗？